大蒜清炒空心菜叶子，入口即化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欢迎大家光临采烟游士的频道。今天我与朋友们分享怎么做大蒜清炒空心菜叶子。在中国，空心菜叶子都是用来喂猪的。在美国，空心菜叶子居然成了稀奇蔬菜。这世道，我们是这样清炒空心菜的：将新鲜空心菜的叶子和梗子分开，叶子清炒，梗子另用。先将菜油加热，倒入切成小片的大蒜，炒到大蒜发黄，倒入空心菜叶子，翻炒，加盐，加点水，等空心菜叶子熟了之后盛盘。美味的大蒜清炒空心菜叶子就做好了。感谢光临采烟游士的频道，请分享，请订阅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